开始变装了，太热了。现在温度应该32度，32度。
但是是中老年，我觉得中老年上了年纪的。没有年轻的，你看都是这个年纪的，也就是三四十岁啊，四五岁那种，应该哦，他们学的中央民族那个的民族舞，他们不是专门学这活动。画面都差不多啊，有队服那种，有别的。为了这绕一圈。哎，可以，但晚上光线不好。晚上这个级别的无人机，它晚上光线不好，它不能跟踪定位那种。不是定位，就是说你人找个人跟踪飞那种不行。要3航米3破那个 Magic 3那个版本，也就在13,400以上的这个价位可以。还是用钱说话吧，加个便宜的像米3 Pro那个版本，4-5千以上的那种，那个就达不到，还有 Air 2S 那种，也是用不了那个跟随的。现在无人机现在都是搞像手机一样的3个镜头，现在1个、2个，现在3个了。杨秀儿现在觉得哇，怎么感觉杨秀儿现在变小了呢？和那个邓紫，你现在觉得杨秀儿挺高的，拿出来是不是好啊？怎么就对那个事儿？错，有没有看梅朵啊？看玲玲那些？那个圈子很大，以前那个好挤，你看到在后面。中央民族大学学的民族舞，我老婆在教瑜伽呢，她没时间过来看那些，她要上课教学员。然后回去要每天晚上看孩子，前途做作业的时候没时间了。连了我的相机都无线了，我是说怎么信号都没有了，我手机开了无线的，有些传视频传照片那些。对，
个看位置，还有一堆还要进去，看吧，这边还有一堆，这个圈有可能会争三四圈，人太多了，要保存几圈。这种场我因为拥挤而来的，还有个晚一点的问题。地铁之前没有消息啊，也没挂那个旗子，一些对旗的那边挂，就出来了，过来了。看后面跳到，会跳到这个整区，好整区。没有吧？没有，我记得不转圈。要转。之前我们转。转啊！转，就跟着转。好久没跳了。这边都三层了。这人有点拘谨。在啊，他们可以在一起就可以了，他们可以。
忘了一个消息。对，忘了给你。本身我这个手机都没用，现在，我这个手机一般现在直播的时候都可以用的。户外的短视频的，他画的是吧？他画的是啥？画的这个就是花吗？花，对，他的花，对，他的那个花花草草。我是一般的摄影，我一般的很少写实，我晚上写的是写实，对，对对对，对呀，对。这边。今天穿什么衣服？穿的这。还有拥挤拥尊，翁博我没看到。还有那个执法的也都没来。北京看怎么样吧。再围一圈就可以了，再围一圈。走两个嘛，慢节奏的。吃饱了就是这样，又不急不慢了。我就散步哈，就散步，不是跳舞，全部都慢悠悠的走。看吧，这个样子怎么跳舞，手都伸不开。转到格雷格雷去转，慢慢转。呀，可以，我不能进去。不能。他媳妇自己转。在这背后面有事了。一个特别朋友喜欢，正常，每个人喜欢都不一样。
岁了，八九岁了。再给进来跳嘛。